现在可以说是全国知名度非常高的女演员啊，全亚洲全世界都有知名度。对，她就是曾经演过舒俊老师的 MV 女主角。真的？大家有认出来吗？这是谁？赵薇。赵薇耶！天哪！对，老师，那时候是你相中赵薇的吗？对，当年我们真的很有眼光，当时还是一个学生的这位，就觉得说，哎，她的这个整个外形很适合当我的 MV 里面女主角，脱俗。后来她演了这个 MV 之后，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就变成红遍所有华人地区的那个女主角，小燕子了。那她有没有她有没有在跟你联络呢？说感谢你啊。哎，后来她就再也不跟我联络了。那接下来故事就要换我讲。好，因为赵薇呢红的《还珠格格》红。没有，他出了第一张唱片就是我帮他做的。是啊，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好，我们舒俊老师真的是真知灼见，慧眼识英。对对对，如果刚刚讲到适合的角色，我觉得就会发挥更多。我觉得莎莎呢，如果我给他设计一个适合的角色，将来在 MV 里面表现，我相信一定会很快会走。好的，谢谢老师的建议。不过今天呢，虽然我们是这个验收创作的。